哟，运动呢？喝水吗？可以，就喝一点点啊。一点点来喽。啦啦啦，去吗？盘点媳妇减肥路上的绊脚石。放脸了，别吃宵夜了，快点。我这不吃，我减肥，我不能吃了。这是什么？黄瓜？这是你开始吃的东西吗？哦，行行行，你不是你不是，梁总，晚安。朋友们开始整活了，作为一名合格的饲养员，怎么可能让梁老师一宵只吃黄瓜呢？肯定动手来点硬菜啊！今天就给他整个香辣鱿鱼须。说到这，不知不觉突然发现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吃鸡蛋美食了。我这熟悉的夜市摊位香爆了，出锅！哎，香辣鱿鱼须好啦！不错的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做了这个。我在吃着。来了呢，做了这个香辣鱿鱼须啊，开吃。这看起来就来吃，我一口都不会吃，我跟你说。口感非常有嚼劲，吃起来非常香。再香我都不会吃。你要在我面前吃啊！这口味已经不比外面的地摊差了。吃我睡觉了，我睡吃你哪能睡得着啊？别递给我，我不会吃的。行行行行，啊，再吃一口。要吃完了你、啊，太好吃了。不是你不能吃，你要减肥。不要不要再做了。瘦多少斤了？来吃点。我减肥呢，你有多好吃尝我，我不吃。炸！哎呦，你看咱的铁锅炖的，刚刚下饭呢。再瞅我媳妇这个，水烧把蛋的。你干脆别碎嘴了，我都吃不下去了。那你那本来那也不好吃，你让老公给你妙手回春。啊、哎，炸完我再给他拌上料，来吧，你的减脂馒头。我不能吃这个，要不你就吃我这得了。你看我这小饭包，还这小酱往上一抹，这太行了。这铁锅炖，纯纯铁锅，嘎嘎下饭呐，成猛成好吃了。整点来。哎，你们，你说你哪块胖啊？那浑身呱呱的，这不没有二两肉。你吃我的这棒骨来，尝我这棒骨补一补来。哎，拿着，哎哎。这老大饭包子哈，我一口我都能吃死。你别吹牛了吧！要不要给我也包一个？说咱们晚上宵夜吃点什么呀？要吃你自己吃，我不吃。你不吃，你别成为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啊！你说你也不起来吃，容我一个人独享。真香啊！不吃了，我也看不见，我也闻不到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呢。怎么样，香不香？哎，我这自己，我懂。来吧，夹上吧，吃吧。我减肥呢。你吃这个，我给。怎么样？老公，这是我晚上要吃的，你给我拍了。那你吃这个，这个柿子给你拌白糖，可好吃了，甜滋的。这柿子也是我晚上要吃的，你给我拌白糖了。你这晚上吃的四五样呢？是真减肥。那你这么能吃的话，我都给你炸鸡爪子。我不吃，你做了我也不吃。那你炸了我，不更不能吃了吗？那不光炸，一会儿还得给你卤一下呢。这鸡爪也卤上了，再给我媳妇来个龙虾蒸蛋。哎，这蒸蛋也太像样了！这一大桌子啊，真有食欲啊！看我媳妇儿，耶，真没打动，留肚了。还给我媳妇儿一碗饭，再给我媳妇儿加一块肉。哎，这么接了。再给我媳妇儿来个鸡爪，哎，
不吃啊？那不吃我拿走了，我端走呗，撤了。去去去！嘿，怎么这么不自觉的？还没接谁睡觉？起来！我不吃了，我求求你！不吃，我要减肥，我不能吃宵夜了。不是你开玩笑，这么多人盯着嘞，你让我看我笑话你啊？起来！我求求你了，我不吃了，你不要做。好的，行，宝贝，晚安。你不要做，爱你。不要做。朋友们开整活了，今天给他做个迟到的肉蟹堡，他一直想去店里吃这个，他说酱汁拌饭吃最香了，那我今天就满足他。哇操，西瓜，今天吃一下这个肉蟹堡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蟹啊，今天这个蟹，臭你吃，这个蟹确实鲜。这里面呢，今天放了有鸡爪，然后有土豆，然后年糕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，这土豆已经炖得非常烂了，哇，这太下饭了。然后鸡爪，出去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爪，这鸡爪也炖得非常烂，然后我们最精华的地方，肉蟹堡这个汤汁呢，捞一勺放到这饭上面，放到这米饭上面，然后我们大家我们尝一尝。你出去吃，我有什么罪？你非要这样子对我？你不要说话对我可以吗？你可以惩罚我，你不要这样子可以吗？哇！这个以后绝对是下饭硬菜，这个玩意儿，这个汤汁比黄焖鸡米饭好吃。这样吧，你们不吃吧，我出去吃啊！我出去吃啊！不不不，不要吃，这不是蟹也不够。怎么这么好吃？因为我犯养猪食谱了，最近。吃不不不，我不吃，我吃这个，这个低脂高蛋白，我不能跟你一样也变胖了。你不胖就我胖是吧，高姐？不要再做了，听到没有？心上满怀心上满，不是，还有炸鸡你吃不吃？滚！你不吃吗？不吃。你不是不吃吗？这个吃的不胖，因为这个是炸的，它炸鸡炸鸡，它都把油都炸干了，你觉得它会胖吗？它剩下全部都是优质蛋白，吃就完事，没事的，不胖。你是不是骗我？哟，跳的挺认真的嘛，是不是烧烤呀？想吃自己去吧，我要健康。喝不喝奶茶？不喝。不要砸着我！那点点鸭脖吧。不吃。你可别后悔。我新买了一把扇子，你这个扇风是不是会很凉快？凉快吧，这个扇子还挺香的，是不是？香，别弄了。哎，这么早就睡了？到点了，开始宵夜了，快点。快快快！这晚吃肯定会胖的，不是想吃、啊？那不是快过年了，奶奶养猪不把猪往胖了养啊？快点快快！求求你们，今天不要做，我求你了。好，行行行，晚安。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能吃。朋友们，我也开始整活了。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夜宵肯定得吃点热乎的。这是我最近学的麻辣烫汤底做法，今天就给梁老师整个麻辣烫。哇，再把其他一煮食材放进去煮会，煮好了，想要麻辣烫好吃，芝麻酱必不可少，搅拌一下，出锅。哎，麻辣烫好了。干嘛去？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做了这个麻辣烫，然后哇，我这个放了牛奶和这个芝麻酱的这个麻辣烫这么香啊。我睡觉了，赵钱。开吃啊。你不要这样对我行不行啊？先吃一下这个蛋饺。粉丝，这个油条，虽然说油条是素的，但是我蛮喜欢吃麻辣烫里面的油条的。我受不了了。吃个粉丝吧，我还蛮喜欢吃粉丝的。朋友们，我们再喝下这个汤啊！汤比麻辣烫还好吃嘞！吃一口麻辣烫，我再喝一口汤。是没人分享，没人，这太伤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你要减肥你自己练呗，你拉着我干啥呀？咱俩一起才有动力。你说你自己胖咋样？我也不想你胖，
我也不想我自己胖。废话了你啊，你赶紧跑。你就这么对我啊、哦？你等着呢。咋的？媳妇，你快洗澡去吧。你不要搞事情。你这一身臭汗，你给我赶紧的去吧。给我累这样，我还不搞事儿，这大棒骨我给你炖上，再加上大酸菜，这鸡腿我给你炖仨，我给你管饱，我给你管够，你给我吃十多天简直惨了，这给我磕的，我一顿我都给你补回来了。洗完了，快来吃饭吧，给盛好了，那我给你放这儿还不急？你不让咱俩减肥？我知道啊，那一起吃呗，都带你的了。哎呦，你这红彤彤的鸡腿，你都不想来一口吗？还有这个酸菜大骨头，这酸菜啊，都正经的东北酸菜呀，嘎嘎再配。那咱俩一起，这不才能有动力吗？这不你说的吗？这一会儿都脱骨了，媳妇蘸酸汤来整一口来。那我都讲的说香了，这个香喷进去。偶尔吃一顿没事儿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是你不吃多亏呀、啊，我做的这么好啊。一年能吃几回，那不有那么句话吗，一口吧他吃不成一个胖子，嗯，吃不成那个吃吧哪那么容易啊，我这一身膘我都多少年我才攒成啊，那吃这多吃点多吃点，来来来，这明天再后天再见，来来我给你练吧，我回去做饭去了。干啥呀？减脂圣品。什么？哎，你看我媳妇的前指三跟我这个还挺搭，哎呀，这小龙虾太有食欲了，这开心呀，还回来了，媳妇快过来吃饭吧，开席了，辛苦了啊、哦、媳妇，这就是你说的减脂圣品，怎么样，丰盛吧，这不是下酒菜吗，你这是太阳给我们的端上了下整个小龙虾，真的会吃，哎呀，要不给你整两瓶来媳妇常温的，减肥呢，热量太高是不是，来点冰块、啊、大龙虾，哎呦这一大口搁嘴里边那得成好吃啊，龙虾尾放完了哈，往上这么一盖，你别吐噜行吗，不吐噜真不进去，这肉太有弹性了，大串儿哈，不是你，嗯，连面带肉带了汤，这个举杯邀明月，哎，明月没理我，哎，解渴吗？嘎嘎解渴呀！等我明天再减肥，你给我拿上筷子呗。